面的建号不就有两万一组到两万一套？啊，行行行。那个纯儿你没拿来，你放那边放纯货就敢给你送了。你上班了？几点上？爹，你到坐这儿，我爸他们去吃饭，到坐这儿你过来看看这边儿，都是什么样，然后你拿过来就可以了啊。要行行，过来坐啊。前个房不敢说，屋里房也出了。这已经多长时间了？这又不用房啊？你下步的不行，得把肚子再大点了。那个有500的。500的是什么？现在他正常的话，他要要不咋跟人说产生呢？你像那个他们兰州那边有专门的那个，就养一天，可能养一天养两天，完了等到那个一级出来了之后，一个库存完了之后，这个东西干完之后，这个产量就产生。我们这个。干不了，今年这不干，经理这厂刚刚要，现在经理这饭才吃呢，就遇到突然不带这啥，不带掉的，我已经拿出来了，我给吃一点点吃能吃，那这得我让管他是进去了吧，那是进去了，今年这饭没有吃，这个经理这个经理一天，那个不吃，那个他都飘到。那你这将来他们那里不能再请一个？哎，给他猫放出来了。那你怎么？人应该下个冰箱问问是吧？没有冰箱问。这个是吧？不叫冰箱问，他抽不上来呀。对，他有个冰箱问。啊，这东西好，那就是什么？小陈来吗？